我从来不会觉得在这里有任何的委屈。这七年多来，每一天都充满了斗志，充满了正面能量。因为我们可以帮台湾农渔民做很多事情。我2016-520就受到蔡英文总统的信任，那他的信任让我毫无顾忌的可以做认为专业的事情，对农业渔业部门有贡献的事情。在很多次的开会，经常跟总统吵架，但是他最后都尊重我的专业，都尊重我的坚持。我没有做完的梦想，我一定会再给我们后面的部长，希望他可以全力的来继续往前走。那可是还是要离开了，所以这一个我最后还是要再次讲到龙皮面吼，我就哽咽了。没有啦，其实就是要代表全国农渔民，谢谢各位对农渔民的照顾，那也拜托大家继续支持农业部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农信保，我们公民董事长带领的团队，还有我非常尊敬的农业金库，我们吴明明老师董事长跟团队，当然今天还有我们农金署聪勇署长带领的所有团队，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参加，如同我们农业金融，如同我们奥斯卡这么高规格的所有农金奖得奖的所有的农渔会，所有的总干事，我们所有的同仁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哇，311家，都参加，而且报名有660几件。这个大概破纪录了，而且我觉得上天好像安排好，让我在最后这一天还可以有机会来颁这个奖。各位知道吗？我刚刚在楼下接受媒体访问，他们都问我的去留啊，他们都问政治的问题，但是我说我要呼吁所有的关心农业部门的好朋友，不管消费者、农渔民，请大家看看我们这20几年来所有的农渔会总干事们如何辛苦的把农业金融，各位还记得20几年前的样态吗？你看现在我们的预换比例降到多少？0.28%呢？你看我们的存款从1兆2000万。到现在的2兆2000万呢，我们的放款从5000多万到1兆3000多万，各位的获利我就跳过去了。所有更重要的是，各位配合我们做农业政策的放款，这3年呐、超过1200多亿啊，这个都是投资在农业部门。你看各位这样的付出，反而是要让外界知道。所以你看在不好意思啊，在这里7年多了，那跟各位所有的农渔会伙伴一起共同打拼，这是我一生的荣耀。
跟你们共同打拼，为农渔业部门往前走，为所有的农渔民做最好的照顾。那是不是在这里让我感谢所有的农渔会？不是只有农业金融，我们去参加多少农渔会100周年的周年庆，我向各位保证，我们有过去100年的农渔会，我保证未来也绝对会有更多的100年，而且农渔民跟消费者更需要农渔会。30几年来，农民的福利都没有，如果不是所有的农会帮忙，农民的瓜差本15万3，那可能变30万大，他们都破事都不用担心。如果没有所有的农渔会帮忙，你看我讲一下农业金融的诈骗，外界可能不知道农会信用部的重要，我母啊唔捌伊呢，伊敢会当去阮的信用部呢？伊要去银行，唔捌伊呢？你看多少农渔会的信用部扮演的功能，不是我刚刚讲的纯粹所谓的金融的数据，背后还有隐含对农村渔村安定的功能。那当然也不会是只有农渔会信用部，我刚刚讲的金融的部分，农业保险以农民健康保险里面，也因为大家的努力，我们把30几年来的保额提高了1倍，那我们的保费也没有增加。那更重要的，我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的农会，把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很快的时间拼到30几万呢。以前这是人要什么差别啊？不是说这是公务赛吗？现在1个月15块，都是因为各位农会来帮农民，以前受伤没办法工作238块，今年终于增加到460几块。外界无法想象，一天如果230几块，其实在整卡做喝鬼，我可以被煮早餐，我可以被米，还有剩，那个对农民的照顾，都是因为各位的执行，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。不止农民职业灾害保险，那我们也加倍了保障，保费也没有变，也各位帮忙执行的退休金，让农业成为真正的职业，这个也都是各位的帮忙。还有今天要颁奖的农业保险，以前说台湾狭小，不要做农业保险，可是各位知道吗？尤其是政策性的保险，都是农会来做。请问你的水稻收入保险，去年第一期农民一共听了多少？台东的凤梨世家不归咎于农民，因为市场的变动，包括像今年的台风，我们今年每一公顷有投保的几乎都给30万。你是安尼责任没？我跟各位报告，外界批评我们大傻逼，我从来不会去解释，因为我们把每一块钱都是透过各位照顾我们的农渔民。农会不止做这样，今年的凤梨因为天气比较晚热，看板修落了，南风比较晚吹，全部都集中在4月。各位知道吗？农渔会办了280几场的食农教育，280几场食农教育，让凤梨的价格上涨了10块钱。消费者可能不知道，一颗凤梨要18个月，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一个互相帮忙，让农民的产地价格大幅度的提升。农会还不是只有这样，他配合我们
俊彦农民辅导师的我们的绿色照护站，我去到好多的农会的绿色照护站，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许多人都一直是要来农会，一直是要来家，他的整个身心灵因为各位的帮忙获得许多的照顾。农渔会不止这样呢，我看到渔会啊，安尼居民安尼鱼商品加工冷冻，看你有哪一个价格因为这样掉下去。你看我们文旦的十大产区，王总，完全你始作俑者啊！你看这几年介绍，如果农会有来帮忙处理鸡蛋，我今天就不会这样了。你看你文旦啊，你看农会扮演多重要的角色。这几年因为大家的努力，我们问一般农渔民绝对都没问题，我们问一般的消费者，对我们的农渔会大大的改观，那个都是因为各位的努力，所以我才会说，不会是只有过去的一百年，还有更多的未来的一百年。但是所有做的这一些哈，可不可以让我替同仁讲一下话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哈，感谢一下郭文平董事长、吴明明董事长，谢谢你们在农业金融的支持，谢谢你们扮演这么好的这一个角色。但是够两个我爱感谢的啦，你们都知道，聪勇嘛，聪勇农业保险跟农业金融都是啊，是不是可以给聪勇农基础的团队一个掌声？还有去年，我最后讲一个故事，因为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因为要走了，讲太多对他不好意思。农民辅导师，我们对越偏远的农会啊，越会照顾啊。我各位都知道我住万丹嘛，隔壁新园，我不知道新园农会林总干事有没有来。新园农会的东营办公室甲为了成果做会呢。我们后来知道，二话不说，当然要全力啊。那栋大楼盖好以后，因为我在立法院没办法去，你知道他送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我说我一定要请同仁带回来，给我到办公室，因为我吃了以后充满正面能量。他送一块米果跟一根香蕉啊，这样的农会，我们更会帮忙哎。所以，各位农会所需要的，当然都是农民辅导室这一边的协助，是不是也可以给俊彦师长的团队，谢谢他们的努力付出。那最后，我本来有很多要跟农渔会一起做的，比如说我们要组物流公司，让所有的农渔产品，我们有消费地、有产地。那现在我离开了，但我一定会把这一个工作交给我们陈俊熙代理部长。我们本来还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美国农业部门去年花了1200亿美元，台币3兆6000亿，办理所有的这一些他们美国人吃不饱的所有的工作。我本来想说透过农渔会，因为我们现在打算协助农渔会所有的超市、自营站甚至物流的调度，然后勇敢的站出来说，以后全台湾人吃不饱的都来找我农渔会。我们有很多类似这样可以透过农渔会来扮演粮食安全最重要的角色，来扮演照顾农渔民、产销调节、价格支撑、所得增加最好的角色。当这些做了，我们不是可以再有更多的一百年吗？那我没有做完的梦想，我一定会再给我们后面的部长，希望他可以全力的来继续往前走。那可是还是要离开了，所以这一个我最后还是要再次
讲到龙皮面吼，我就哽咽啦。我最后就是要真的代表全国农渔民，感谢各位农渔会。其实就是要代表全国农渔民，谢谢各位对农渔民的照顾，那也拜托大家继续支持农业部好不好？再次感谢各位，谢谢部长，我们再一次掌声，谢谢部长，请部长先回座。